頭先咧，我諗我哋喺一開始嘅時候，大家係咪已經好精神啊？因為我哋喺香港見到一個非常之成功嘅例子 ，Margaret 頭先同我哋分享咗究竟呢一個生意係啲乜嘢，大家而家掌握住一個咩嘅機會，而我哋公司係亦都會不斷咁致力咧去配合大家嘅發展。今個週末我哋嘅主題就係嶄新嘅公司、嶄新嘅機會同埋嶄新嘅你。我諗如果大家已經準備好嘅話，我好希望喺呢度透過呢一個機會同大家分享我哋點樣去致力幫助大家去。創造更多的工具，亦都令大家現有擁有的工具呢都可以更加變得容易簡單去用，令到所有在場每一個朋友，甚至乎你身邊的潛在夥伴都好，他們都可以開始我們這個生意的。所以接下來我會跟大家講一講，究竟我們接下來或者之前我們做了什麼化繁為簡，還有一些提升的工作，是幫助大家去發展這個超連鎖事業，持續令到招募和推薦以及發展事業變得更加簡單，在我們的程序上面、計劃上面，這個呢都是我們呢是一路一路會繼續向前行，而這個為目標的。但是記住，我們一路令這些的方法、這些的工具更加簡單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堅持，我們要知道什麼是我們生意的基本，就是我們的成功五要訣，我們的 Basic Five。 這個是每一個經營者、每一位 partner 我們都一定要去遵從，我們一定要去實踐的部分來的。我們要做些什麼呢？什麼是成功五要訣？我們要處理的事呢，就是我們要產生一些做一些產生效益的活動了，包括了我們要開始由自己使用產品，我們要去銷售產品和人分享，我們要宣傳我們的事業，我們要懂得去推廣我們的教育系統，我們的賣票這個工作，而我們更加可以很輕鬆很簡單就可以是在家工作了。我們曾經在過去的兩年開始慢慢逐步去提升我們的一些各項的工作，包括了一些工具，我們推出了快速起步套裝，現在其實已經有三個已經推出了市場，之前是基本包括了我們一個基本的快速起步套裝 Motive， 另外還有是一個 TLS 健康生活簽營計劃，跟著我們也都已經推出了一個全新的 UBP 簡報，以及是加入等候室和立即加入的這些功能在我們的超連鎖事業管理系統，年度的自動續約，跟住還有全新的起步指南。大家如果是已經投入了這個生意的話，對於我現在所講的這些工具完全應該都不會陌生的了。自動購貨產品預設、自動送貨、全新的簡化起步窗口，這些呢都已經是推出了市場，是在我們呢過去的這兩年期間不斷一路推陳出新的了。更加有全新的簡化入會窗口，我們呢也都推出了不同的短片，是幫助大家可以在社交媒體 YouTube 隨時隨地呢都可以幫你們身邊的朋友去分享我們這個生意機會。跟著呢也都有這個產品組合的套裝，可以呢加速了大家呢去分享我們產品的時候呢去完成銷售的速度的。咁亦都有顧客的免費送貨，這個功能呢亦都可以呢令你產生一個持續的一個銷售的生意啦。但是我們講緊兩年前我們一路做了這麼多的事，你覺得除了以上的事我們可不可以做得更加好呢？絕對可以，因為有所有的夥伴配合，我們一定會幫助大家可以變得更加好，所以我們會繼續進行我們的化繁為簡和提升，包括了在我們全新的入會登記窗口這個功能已經是推出了，我想大家都已經不會陌生了。全新的提升和那個功能的提升包括了什麼呢？現在我們全球美安的國家都是會用著相同的入會登記窗口的程序的，不再是以前有不同的版面了。現在無論你是不是擁有全球的推薦權都好，你都可以在任何的國家推薦一個新的經銷商、新的夥伴，這個呢就是我們 unfranchise.com 一體化的第一步來，所以在陸陸續續來的日子呢，我們會更加將我們的功能提升，令到大家可以更容易、更方便、更快捷去做我們的生意的。現在呢所有的國家入會登記窗口都是會支援直接在新興市場計劃，即是我們說的 EMP 計劃裡面推薦新的經銷商，而不需要呢是這個推薦人是去使用這個立即加入的程序，所以也省略了一些的步驟。記住每一個經營者、每一個朋友、每一個夥伴，我們的時間都是非常之寶貴，所以我們是要在這些微細的環節裡面去做提升，令到大家可以用更有效去用你們的時間的。大家我們可以現在一起看看我們現在的版面，這個是我們現在入會窗口的版面，所有現在在不同的國家，美安我們這麼多個國家的你都會見到是一模一樣的。而超連鎖店主只是需要
要点击呢一个版面咧，你就会见到咧显示所有唔同国家嘅国旗。你咧亦都可以系喺点选嗰个国旗嘅时候咧，就系帮嗰个国家嘅经销商开始进入登记噶啦。咁然之后啦，另外一个功能咧就系我哋嘅组织网络报告表咧，而家咧已经系可以直接显示，就唔单止系净系显示可开放嗰个 open placement， 我哋嘅放置经销商位置咁简单啦。这个呢一个我相信大家有喺一路做入会登记嘅时候咧，呢、这、一个功能提升，绝对系令到一啲已经系好旧时，我哋一路好多 partner 咧觉得系一个好方便嘅功能嚟噶。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系加入咗一个咧错误检查嘅功能，这个系亦都令到大家可以即时验证，见到咦有个 tick 好，我哋就知道呢一样嘢系咧可以用噶啦。OK， 咁啦，订购版面方面咧，你都会见到我哋咧系已经将嗰个快速起步套装咧系加入咗喺呢一个嘅版面，所以咧大家只系需要一 click 一拣，咁你选择咗你自己需要嘅快速起步套装咧，你就已经可以直接咧系可以去完成呢一个订购嘅程序噶啦。OK。咁咧，你亦都會見到啦，我哋喺呢一個咧套裝嘅簡介裏面咧，裏面有好多嘅產品啦，同埋工具喺度。有時咧，又同嗰個新夥伴解釋要唔記得咗有啲咩嘅時候，佢亦都會有一個簡介係顯示埋俾你哋睇咧，令到你哋可以咧好容易就即刻可以同佢一路講解啦。咁而更加重要嘅咧，係我哋已經咧有一個最新嘅快速起步套裝咧，喺今次咧嘅大會之前就剛剛係推出咗市場，就係我哋嘅 MA Web Center 網路中心嘅呢一個快速起步套裝啊！这个、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我哋美安好特別嘅產品嚟嘅。呢一刻咧，我就唔同大家介紹咁多住，大家可以留意聽日咧，我哋亦都有呢、这、一個演講啦。我哋有個嘉賓咧，就會同我哋係分享呢一個產品嘅。同樣啦，佢都係可以揀呢一個產品，我哋去建立我哋嘅生意，我哋變得我哋個客源可以更加廣闊。無論任何人，佢係想以乜嘢去起步開始，我哋都已經可以為佢預備好啦。咁整體嚟講，整個嘅購物程序咧，亦都已經調整啦。咁個做法咧，其實同而家好相似，但係咧版面就已經進行咗一個提升啦。咁自動購貨功能咧，我哋都係改良咗一個搜尋功能啦，令到大家喺訂購產品嘅時候咧係非常之簡單嘅。咁加入 BVIBV 呢啲最低嘅要求，同埋咧超連鎖事業管理系統嘅最低要求嘅警示咧，亦都會喺嗰度新增咗，令到大家可以更加方便。咁你會見到咧，就係呢幾個步驟完成，你就已經可以幫一個新夥伴咧就加盟開始佢嘅超連鎖事業噶啦。咁睇推薦人嘅現有咧，亦都可以去翻我哋嘅入會登記窗口嗰個登錄版面啦。咁然之後，當佢完成咗經銷商登記之後咧，其實佢只係需要一 click 落去咧，翻去超連鎖事業管理系統咧，咁我就已經可以即刻咧就開始再去做登記咧，就省卻咗咧以前有啲繁複嘅程序啦。OK， 好啦，大家咧途中呢一位咧係我哋美安集團裏面一位非常之出色嘅經銷商，亦都係我哋美安集團嘅產品銷售副總裁 Jim Winker， 你見到佢而家係咪喺圖裏面好開心啊？去準備去打高爾夫球係嘛？但其實咧唔止啊，原來咧佢可以咧隨時隨地咧都係喺工作嘅期間咧，佢一路打緊高去玩緊，啱啱可能咧就打完一杆非常之完美嘅一球，跟住之後電話嚟啦，我哋隨時隨地拎住我哋嘅手提電話，就已經係做緊我哋美安嘅超連鎖事業。这个咧就係我哋美安集團經銷商業務開發執行總監 Andrew Wiseman， 上一次如果大家有嚟大會咧，都有見過佢啊。佢亦都係我哋美安集團一位非常之出色嘅經銷商。大家而家見到佢係冇開心啊，喺度我都好想有呢一個嘅生活係咪？我哋可以咧喺呢一個游泳池旁邊喺度曬住個太陽，好好咁享受我哋嘅生活。但係原來一邊我哋係可以一路工作一路享受我哋自己嘅生活，我哋只係需要有一啲好基本嘅工具，我哋嘅手提電話啦、一部電腦啦，甚至乎 iPad， 我哋隨時隨地咧都可以享受到呢一個工作嘅樂趣啦。咁跟住咧轉頭，我哋又可以咧繼續去享受翻我哋自己嘅生活啦。跟住落嚟咧，这个係我哋今個週末裏面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全新工具咧，係要推介俾大家噶。这个就係我哋嘅全新超連鎖事業嘅簡報短片。大家會諗，好似我兩年前左右我都見過有一條啦。其實但呢一條咧係完全唔同噶啦。更重要嘅係，大家已經唔需要等待，因為已經喺我哋美安香港嘅 YouTube 頻道，大家只要而家拎出你哋嘅手機，
按上去第一条片，我们已经将它上载了，即是说转头我们很快你们就可以去开始使用。但这条短片对大家来讲有什么的功用呢？首先我讲解一下究竟我们分开了哪些的部分先。这条短片呢其实是大概22分半钟的，它是主要是整个超连锁事业简报的一个预览给大家的。在这里呢其实呢当大家 去开始物色你的潜在伙伴的时候呢，我们是绝对可以好好地运用这个工具。